民主自由这些好听的字眼都是有阶级性的。你们说大炮是干什么用的？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。先敌开火力吧，瞄什么瞄？端枪就来，高枪就打，火力压制。在国际交往中，实力永远是维护正义的基础，国防才是外交真正的后盾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只会依靠装备优势进行火力覆盖的行为，和流氓鹰奖有什么区别？